问一下那个今天那个发言人罗志政访问中国的事情，外界形容这是破冰之旅，因为很难得有这个党的有党务身份的人到中国去访问。嗯，对，你怎么看？我们党已经发表意见了嘛，哈、哦，就以党的意见了。我觉得多了解是好的嘛，哦，就是了解沟通嘛，我们也让中国知道我们的立场，这个是必要的啊、哦，才不会变成有一个中间人，国民党在那里挑拨了，哦，公派委这样子，对我们是不利，对台湾也不利的，好不好？嗯，那如果说这个气氛还不错的话，您会考虑自己去吗？让对方知道民进党的立场。现在因为我不是代表党了嘛，哈、哦，我现在只是中常委了。那我去也是代表我的立场了，也没有什么哈。而、哦我的立场，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苏焕智苏前院长，还有那个吕副总统，今天都有公开说，下届党主席不应该再参选2016。这个我尊重他们的说法啦，哈、哦，因为选举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策略、哦、啊，他的讲法对他有利的，我想这样也是代表很多人的意见了，嗯，但是但是也有人反对，适当时机上有没有适当的声明啊，来访问中国大陆？我不会为了要去而去的。有必要，对台湾有利，当然我也不会排除啊、哦。那现在我，想不起来，我现在去有什么利啊、因为这个瘦肉精也不是中国的问题。对，叶党请教一下哈，现在党主席的登记领表似乎离现在有段时间，是党里面有意识要透过协调方式来处理这一块的主席的这样子的争议呢？能协调当然是最好啊、哦，但是我看应该这一次没有办法协调。好、哦，为什么没有办法协调？因为我看这要选的人都很坚定、都有很大的使命感嘛。院长，您会参选？院长，您有参选的打算吗、啊？我也没有公开说要或是不要了哈、哦、啊，我是没有在准备了、这样子。哦、那你解读成不排除这样子会不会也不好啊？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啊，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也没有在准备，又不是像这样这么闲，你看有的人都没有来了哈。院长，就您所知，都在走破冰之旅啊。就您所知，您刚刚说很多人的意志还蛮坚定的，有谁啊？至少我知道有两三个很坚定，好不好？我们知道两三位、啊、第三个是谁啊？蔡同龙。也不是，不是，你们没有看到，所以就讲到谁了、啊、呀？你们都院长，那下一届党主席大家有很多的意见啊，那你自己本身对党主席有什么期待啊？啊，别转过来，在那头打我，对。